我可以，我可以跟路上的所有东西道别吗？道别，道别，道别吗？其他的东西。Face，那是什么怪异的表情？上一次有没有告诉过你，Face 调我对我调情的事吗？那时候我害我好尴尬。哇哦，Face，那这是让我们有关系有新的看法。托里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糗事来讲讲？我当然有，不过我想最难以置信的，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人跟我调情。怎么了？博士坏掉托里尔，你真的想象不到的。他也被调情就对了。抱歉，我没时间闲聊了，Frisk。我现在应该工作的。但你根本就没在工作哦。我知道，而且光是这样就耗尽我所有的精力。于是，艾斯哥，让我成为皇室卫队的一员，怎么样？好怕，有既然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或许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皇室卫队了。什么？那么这个人的旅途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有的人走遍整个地底，而有的人却仍然不能成为皇室卫队的一份子。说真的，这真是所有几率之中最糟糕的一个了。看来你真的把你的任务搞砸了，Frisk。但是我伟大的 Papyrus 还永远都是你的朋友。不管你想要多么的努力的想要摆脱他，喂，确实是这样。那么 FS，既然我们都自由了，你有什么想要去做的呢？现在整个世界都等着我们去探索。我当然准备好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不应该说，应该实话实说，我想要在一个人生输家一样，在家里看动漫，这才对嘛！大家庆祝吧，庆祝我们成为输家！嘿，跑派你是说点子上了，败给 Frisk 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，所以我很庆幸我们。哈，你怎么了，艾斯哥？什么事？艾斯哥，解释动漫是什么？你听我说啊，它就像是卡通片，但是……所以你说它就像是一部卡通片，然后会出现好多剑，天哪，那听起来不赖哦。那么它在哪呢？我能在哪里看到它呢？稍等，我想我手机里面可能有一些，来看看这个。那个是我弄错了，根本什么毕业楼嘛？当我没说，主管应该也不会想毕业楼啊，应该想的是百合吧？天哪，那两个机器人是不是在接吻？好小子，科学力量真伟大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当然是了。好心虚哦。嘿，FS，你觉得我们下次能不能看点什么和战斗有关的？还有什么和公主有关的，或者是战斗公主？我会帮你找好看的，Andai。耶！好累啊，为什么不飞呢？飞行听起来有点危险，但这架我不会飞的，这种态度当然不行。你得告诉我，你不觉得 Asko 和 Tolio 有希望重修就好？没本吧？我觉得还是喜欢 Sense 啊。是啊，我想也是，不过
女人是可以编织梦想的，对吧？以及写同人创作，三一样多的同人创作。Hello。Hello， 我刚被撞。Hello，Frisk。很抱歉，我一直想要夺取你的灵魂，我一直想到这个就觉得难受。我希望我们依然能做朋友。嘿，别太担心这个 ，Let's go。这里每个人都曾经想要试图杀死 Frisk。哦，知道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不抱歉了 ，Frisk。S 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电话怎么了？我收到一个托利尔的短信，亲爱的 ，Frisk，Sense 和 Fris 在叫我发短信，我学到很多，比如说知道微笑怎么发吗？请看看这个。OK， 有长角的微笑，还蛮可爱的。把你的头往左捏，这是我对你微笑的图片，看到了吗 ？Hello， 我的大表放声大笑，诚挚的托利尔。现在就这么多，也许在下个房间你会再收到一封。哦，不错啊，不错啊。他们没电了。晚安。这个我告别要告别几年啊。你好吗？你已经四处溜达好一阵子了，我希望你没有碰到麻烦。开玩笑的，诚挚的托里奥，祝别惹上麻烦。箱子都开了哎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写诚挚的，我是想说诚挚的，字太大，手机有点难用，或许我们该让 Sense 帮我打字。棺材是空的，你之前没有注意到，但是在底部有一些木乃伊的残袋。这是谁？哟，为什么看起来像是跟黑香肠，而不是一名骑士或巫师？每个人都有看下去最美的一面嘛。这是谁？你没有跟他告别过吗？我是觉得应该不会有人会走到这吧。核心金属可以变化的房间组成的，为了让你迷路然后死掉，这里的布局已经在你之前改动了。是哦，那就为了你觉得自己很特别吧。现在起是 Sense 在打字了。上周各地也太浮夸了吧，不知道找到民国几年。我是做我刚做了100万个派，确认在过节前之前刷个牙。Frisk， 我刚才什么都没说。我们是被 Meta 的人过来消灭你的，但他没有付工资，所以我们一致决定罢工，别把他放在心上。你好，这里是 Sense， 我很爱我的兄弟。救命！我在被毁谤，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里是 Sense Frisk， 你知道我喜欢被玩爆吗？我还觉得托利很棒，而且，他的脸被压在键盘上吗？抱歉。我年少的时候会通过这里的，会在这边下火坑的上面玩，因为核心结构一直在改变，他就在。玩桌面尝试，这是他做我最喜欢的地方，也可以试试看在这里做蹲放什么的。所以那个黑幕是那个骑士跟那个吗？跟法师嘛，然后他们没有变成一样什么特别样子，只是长这样。抱歉，我们无法接待新的顾客，以后可能也没办法喽。现在我们可以过到不上预约的日子了。那么，既然我们要离开了，我的工作是不是？我刚才刚涨的工资哎。算了，每个苹果都应该有核吧，呵呵。地上的世界真的吗？也许我们能在不碰到谜底的情况下多走几步的。我们能这样呢？我想我不用再舔这颗植物了，但我不想被看出来我搞砸了，我还是得继续舔。你要舔几集啊，大哥？是不是已经出发了？我想我们得过回家跟你碰头啊！哎呀，讲电话，我们在走这个，走这个，这个也很强，自由哎。
们自由了，对吧？米坦真告诉我们了，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说了，你可别想着能够提早下班了啊！我的老板，我爱死他，我那句话意思我恨死他，恨透他了。那些女孩目睹我裤子脱掉下来的女孩们，算了，我马上就自由了，所以至少我是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们的。千万别跟别人讲小家伙，因为他们一定会耻笑我的。但是我总觉得某种意义上，我也为了大家的自由出了一份力。所以像这样做这种糟糕的工作，我也觉得自己确实做了点什么。反正我不知道是这样，反正我就是信了啦。小家伙，未来的世界在那儿等着我们呢。借我的天资，我十分肯定距离会成为一名著名的电影明星的日子不会太遥远。又或许我的职业生涯又再一次以孤岛汉堡告终。这就是我所说无路可走时就从网上致命的意思。随时欢迎过来啊，小家伙。毛片在信里，他细致的描述了他看到一个关于白色小动物的视频，没有连结或者是附件可以看。你一直扭扭真兴奋。所以说我们算是完全自由了，是吧？是啊，就是那种气质气味的没事情做，那还蛮不错的。是啊，那个蛮不错的，就像是在牢笼中度过千年的刑期终于迎来了尽头的感觉。哎呀，真的，好吧。但我们说着，我们翘首以盼人类的毁灭的那时候，我们只是那个开个玩笑，你知道的吧？那个我们说过吗？也许吧。这个吗？怎么说？差不多就是我们口号啦。真的假的？我还以为是我们口号。不，来，最最最棒！开开开开开开，滴滴滴，最酷最酷。不太对，感觉我们这头这尾都没有这么说过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仰望的梦想啊。而且在我的梦想里，可是担负着替猫咪铲屎的重责啊，铲屎官。好吗？是吗？是好差猫咪的。他们这么说，超可爱的，超美味。啊？来弟，不，我只在开玩笑啦。大概吧。总之，你上次什么时候见到附近的猫呢？哦，前两天哦，刚看到过有那么一只可爱到不行的白色的小猫咪在这里附近游荡，它整个真是超呆萌的，我可是足足抚摸了它近一小时。真的不来地，我觉得那个吧，怎么说，应该是只是一只狗，狗狗不就是结实的猫咪吗？我知道是哪一只狗哦。你在地面世界卖好棒冰，我真的好激动啊！如果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，我就小有成就了。答应跟我们做皇家守卫队解散，可是我说了，这是国画小姐看了不就习惯爱与和平的世界了？看着他很开心，这不是两个字，这不好说的那个吗？还在惊讶脸、欸，干嘛？想重赛一场吗？哦，对，我忘记打电话了。把他发给你关心人，不然会有一个骷髅对你嘎嘎不休。是什么什么什么垃圾简讯那种吗？这个，你可能会喜欢这个，这是一个瓜牛的制服符，制服画。你看，等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认出我的声音，然后他把我的他的裙子送给我，真是太……蜘蛛妹，我要找蜘蛛妹。但也和爸爸也是想和我一起煮点东西，甚至告诉我他们是超棒的大厨，我很兴奋。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也许也能吃到一点。Bonjour，小青青，我们刚刚清完了我们的捐款数额，我们终于有足够的钱去解散遗迹里的解救遗迹里的蜘蛛了，而且剩下的钱还能开一家崭新的点心店，真是太感谢了，小青青。我们能走到这一步都是多亏了你的钱。哦，飞机，我单单到地面去。哎呀，你要单单哪里去啊，笨蛋，不要继续跟着我啦。到了地表，我再也不用从蜘蛛手里买甜甜圈了，我的心意已决。
还是钱都被坑光啦。好啊，找有你朋友哦，是他们两位。不然当初我有节目像没打的那么好看了。以后机会有人类想跟我做朋友骗你的，那完全不可能。看样子 老鼠黑进了安全系统，然后把奶酪拉出来。我们老鼠终于拿到奶酪了，棒耶。想到有朝一日老鼠会从会黑进电子保险柜拿出奶酪。哎、欸、真的耶，他真的完成了耶。哎、欸、怎么又是你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，确实我曾经对你有个怦胧心动的感觉，不过再三想过我的行为之后，我发现我并不爱你，我不是过被爱的概念给冲昏头而已，对浪漫的幻想与彼此之间分的爱意的向往，受到这些渴望的影响，我在脑海中产生了希望喜欢你的假象，这样的感情不会有好的结果的，所以说我相信什么都不说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个笨蛋，哈哈，我叫什么劲啊，烤面吧，我想再买个热狗，但那个卖个热狗不再回来。除此之外，今天还不错。自助吧，其实没有买到第二个热狗。我还记得我在那边装满了热狗在头上。我突然发现忘记打电话。我知道什么秘密吗？追梦与逐梦，那只是个玩笑。别把我当逐梦。丹影很强壮，爸爸也是跟他打个赌，说能不能把这里每个人举起来，还做到了，还遇到唯一麻烦就是不知道把大家怎么放下。Fisk， Fisk 跟我身边有许多的事，虽然说东西不少是错的，但 Fisk， 没跟他说过什么奇怪的事吧？对吧？怎么？你怎么又出现呢、啊？哦，这样了，感觉。好火辣！哎、欸，哈哈哈哈哈！只要我们走了，再也没人知道真相了。哦，我看拿走地面上能可供闲逛的地方，这可多的了。嘿，听说现在学校被停课，对吧？见过你用过电脑，你肯定非常健康，真好啊！没有，我一直都要用电脑啊。Fisk， 我现在能够关手机了。你的朋友都很有爱，我觉得我要花点时间多了解一下他们，要乖哦，好吗？诚挚的 Tolio。不妥，他是侧边上去的、啊，好可爱啊！哎、欸，米塔怎么不见了？他是不是好啦、啊？然后就又被载走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，我们。乐域逛完之后，直接回到最初的地方，然后之后我再把其他人给道别，好不好？怎么到底在做什么大错特错？现在真是没救了。我对自由没有兴趣，难道你能为人类会懂得新手偷偷的解谜细节？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去找爸爸了。嗨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哎，毕竟我们没变很强。哇哦，迪米听说啦，超火的新闻。嘿嘿，迪米们自由啦！哇哦，迪米说了超火的新闻，精神不错啊。什么东西？哇哦，要祝你每到迪米上看到多多的呆萌萌的一类，大家都自由的做迪米，迪米不敢拼命看蛋，迪米加迪米们，已经煮过熟了。蘑菇蘑菇屋，管它什么意义啊！它象征我内心无法控制的喜悦。政府部门告诉我们，他们愿意将我移植到地面上，看到我的舞蹈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那有点失礼哦。那这是提名怎么了？好久。你渴望力量吗？我们看提米有没有上大学。欢迎光临百梦商店，打招呼。你好，我是提米。啊，你看你怎么没有说什么？一样啊，提米怎么一样啊？提米
获得了米学的学位，现在可以告诉你全部的提米山的历史了。好啊，去提米山店吧。提米魔公为啊，提米，提米是都讲一样的话。那好吧，我们去找看章鱼吧。等等，还有送提米上研究所吗？有这回事吗？乌龟，哇哈哈，我就知道你搬得到。好吧，好吧，我现在清楚地记起来了。当时是每个月在城里举办一次的演说，王后在对当时发表评论。讲完之后，她走过去把麦克风递给国王。可是啊，她没留意到自己的手里还握着麦克风，就开了口。该你的小毛球，听众哄堂大笑，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，他也开始大笑。过了一会，国王高举双手，群众们安静了下来。他超级猫的二方表情严肃。亲爱的市民们，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。我小毛球国王，接下来事情就可想而知了。山羊。其实那倒让我想起一件事，托蒂有时候穿了一件碎花图案的木木袍，大伙都说好漂亮的毛毛，但还一直以为他管自己叫做牛，所以他再也不穿了。刚为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艾斯哥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物，是强大的那种，大家把他称为 BOSS 的怪物。当他们有后代，父母的灵魂中的力量便会流进孩子体内，使得孩子成长的同时，父母也在衰老。但艾斯哥没有孩子，所以还能保持在这个年纪。他很可能会有人这样啊？假如孩子是人类，什么？不不，那事情不同了。如果你爸是艾斯哥，他肯定会活得比你长。哦，对，当然，托利尔是国王后，艾斯哥是国王。他的离去这是一场不幸，毕竟每个人都知道，其实他才是潜藏于王座背后的智囊。但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解脱，明白吗？那两位在一块简直是让人难以忍受，在公共场合互相蹭鼻子腻在一起秀恩爱，让他们的孩子特别尴尬，我简直受不了他们恩爱。感谢上帝，那些例子总算结束。所以他们为什么吵架？就因为那个吗？灵魂的事情。他还是个顽童期，他就经历了很多。我自己曾经是个英雄，活跃在陈旧的岁月里，葛森正义之锤。在安丹影小时候，他总是跟着我走，看着我做坏蛋。有时候他甚至打算帮忙，然后大多数的时候他被揍的并不是坏蛋，都是邮递员之类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很欣赏他这样。哇哈哈！瓜牛瓜牛，抵达旅程的终点，瓜牛瓜牛，这么漫长的旅程，记得舒展一下肌肉。这是一只怪，你好，托利尔，你有没有进入过他？房子已经崩盘，不会迎来新的家人啊！哎，没有跨年游戏可以玩嘞！哦，没打灯，你在这，佛里斯克小星星，大饱眼福了吧 ？FS 完成了我这部超棒的新身体，哦哦，而且你听说了吗？结界开放了，我已经等不及要见识一下太阳。这是上最伟大的聚光灯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也觉得应该谢谢你，亲爱的。在你战斗前，我早就忘记了和人同台表演是多么愉快的事。我最近在为我即将面试的剧团班底搜寻能人志士，目前害羞赛任同意做我的伴唱，而且小幽灵纳普斯的现在将会是我的混音师，我们三个人同台表演。哦，害羞塞尔是那个哭哭哭哭鬼魂，美人鱼还是鬼魂的，同时感到好是多么啊，不是吗？哦，你等等，我是他的狂热粉丝。哦，嗨，人类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曾经鼓励过我，就在我假装睡觉的那个时候，从来没有人在我假装睡的时候有那么多耐心。还有，这么问有点尴尬，但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像都知道你叫什么，除了我，看来是我错过了。我只坐在家里一直听音乐，然后我的窗外就出现一道光，我发现农场里的瓜牛消失了。接着我听到敲门声，那道光想要透过窗户进来，我拉下了百叶窗。现在除了我，大家都知道你的名字了，费斯克。好的，我不会忘记了。
像我确实的在你面前装的像一个蓄电假人。QQ 房子，对，就是你，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别把你的脏脚放在这里，我刚才把这些垃圾擦干净的。他好凶哦。对不起嘛。现在我们可以去看真正的星星，但我还是不明白那是什么。它是什么？我可以杀你的那个吗？那只吗？别刷牙，洗刷刷。地面上好可怕，整个地表都是泥巴。它真的不适合到地表上，欸，很可怕的，人类是很脏的。怎么都会是月月啊？是之前有吗？哦哦哦，合成兽朋友，等等，合成兽这样也可以吗？这样也可以啊。有一名形态不固定摇晃的家族成员真不错，他总是在动偶，随时都看得到他。我们所有人的父母融合成了一只最可怕的生物，不过这样挺好的，我们的家庭真的团聚了。他还是一样，个这是遗传啊。既然我们的父母意味着我和我的姐妹结婚了，等等，我们是狗那样的事情很正常。鬼母们终于自由了，不，那还不够劲爆。十大你不敢相信获得自由的怪物，嗯，很好，这个能成标题很棒。我希望你来帮我想一篇标题。剧中，写个剧中收购，这也不错。我解决今天的字幕重组。欢迎来到图书馆，今天图书馆银河夜的最后一天，所以随便你怎么吵都可以。啊啦啦啦啦啦啦！我看那个月月还在丢冰块吗？哎，他起来了，欸！我第一次跟他讲话啊，讲话哎，欸！冰男不必再丢冰块，冰男可以歇会了，去买条裤子穿了。现在我们可以跟真正人类玩怪物与人类了，是一个通往广义无垠的崭新的起点。哇哈哈，这种冒险冲动感觉又成为了孩子，而我的孩子就像小小的孩子。切，他是史莱姆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们要找来看看章鱼，然后再回来。嘿 ，Hello， 嗨，嗨，公龟啊。我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获得自由，因为如果我们自由了，我要怎么才能知晓呢？好吧，我会在触手可及的之处为你留意的，听到了没？我知道，马上就告诉你，听到了没？哎，这就是，那是他姐妹，哦，他是合成兽，哦，对。鱼恭维啊，鱼不会恭维哦。那一定随时会来哦。哦，我们自由了，终于可以停止微笑了。看来不必再搞笑费心思了。我本来想讲个笑话，但我真的一个人都讲不出来。马上就可以尝到人类的食物了。之后我也想打算试一试人类的厕所。你不是说你不需要厕所吗？我想知道试一下我帅哥还有哥哥的饮料哦。我准备好了。人类不用再从城市搬到这里，看我们的文化就不会遗失了。可是我们要统统从这里搬出去了，呵。哎，好吧，总是不能人群齐美了。干得好！哇，一个崭新的世界，大家不会再考不乐意翻译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毕竟都是我瞎掰的。到达还没钓到乐儿妹子，所以我说还是挺好意的。用钓竿来钓帅哥进妹子，我是枉费心机罢了。不知道何处传来的幻想叹息声，唉。他终于赢了一局与自己的扑克牌游戏，他终于赢了，我们的边缘人终于赢了。我听到 FS 的博士向国王与皇后坦白了自己做过那种可怕的事，国王因自己的不知情感到悲痛万分，并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然后往后开除了他。现在我们再也没有皇室科学员了，这就是政治啊。哟，你好吗？我最近在想一些事情，也许没有安答应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酷。他也就是个脾气坏而已。但是因为我刚刚发现一个人，比他不知道酷到哪里去。嘿嘿，他怎么约你？嘿嘿，该不会是爬派瑞斯吧？所以才你嘿嘿。在那边孩子说
我把兔兔当宠物养很怪异。首先它并没有什么怪异，它都可爱了。其次，这又怎么了？我用生殖六年的弟弟有什么不对吗？原来是他弟啊！就没人说这以后大家又待的农夫会感到纳闷吗？还是说？对不起，没有时间可供。小树已经停运了，搬地上去。妈妈说我们现在可以去地面的世界了。那充满了不起哦，连动都不想动。右边那真是超可爱的、欸。我应该没有漏特别漏掉谁吧？你们还有想要看谁吗？冰帽子，这里对，礼物路，大家都准备走了。嗯，感谢苍天，我终于好好的肃静肃静。哦，他有一个人躲在这里。嗯，其实这个门呢，这个门是什么？这是一扇门。对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至今还不知道、欸、这是什么。那你，哎、欸。帽子，穿个洞等等。我想我必须要到地上去了，那你肯定有我们可以住的林子对吧？来回走门是遇到那个哦，我完全不想理他，不想长大。那我就不是一个少年了。不，那种事我绝不会承认。我会发出成少年的名字啊！我能感受到我一部分被精心的呵护着。嗯，结界被打开了。嗯，这样的话，如果不嫌弃麻烦，你可以把我那一部分带到地表上吗？我真的会很感激的。哦，又是何神兽？哎，我是他从死神中把我的妻子带回来了，我儿子，他重新获得了幸福。自从我妻子和其他16人。合体了之后，我们的家族比原本大了好几倍。16人合成兽，那还是我妈，那很酷吧？因为我们本体是冰嘛。这个笑话不好笑吗？谢谢。OK， 那确定你还是你妈吗？大哥哥，呱呱。慢慢来吧。大玩家的人类看来已经成长成一个星际三人系列的人类，不管如何，因为我的建议，我都为你感到骄傲。呱呱。我们终于要走回来了。我需要一个任意门啊！我怎么都不记得我走那么长一段路。疲倦不见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！一定是他们记住了你，金色花朵，一定是他们记住了你。别为我担心，总有人得照顾这些花的。威斯哥，留我一个人在这吧，我不能回去，真的不能，明白吧？我不想让他们再因我心碎一次了，最好不要让他们再次见到我。你为什么还在这里？你想要陪着我吗，威斯哥？嘿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威斯哥，为什么你要来到这里呢？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传说，不是吗？攀爬一波特山的女人都一去不复返。菲斯克，你为什么要攀登那样一座山呢？因为愚昧，还是因为命中注定，还是说是因为你？只有你知道答案，不是吗？我知道菲斯为什么要去爬山，那不是什么值得心悦的原因。菲斯克，我会对你坦诚。菲斯克，Vice 憎恨人类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那家伙不愿提起，但是那一种情绪非常强烈。但是 Fisker 你真的一点都不像 Vice， 实际上你们有相同的创作品味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你们视为同一个人。也许真相是 Vice 并不是最伟大的人，但是 Fisker 你才是我一直最想要那种朋友，所以或许我是把那家伙的形象寄托在你身上了。实话实说吧，身为一朵小花子，我曾经做过一些怪异的行径。还有最后一件事情，我应该告诉你。为什么？但是 Vice 与我的灵魂融合在一起时，这副身躯的控制权是在我们之间共享的。他现在去空壳的是那一个家伙。后来，当我们来到这座村庄的时候，也是那家伙想要使出我们全部的力量，一直抵抗着的人是我。
而后来就是因为我们，好吧，那就是为什么最终成为一朵小花。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不断的责怪自己做出那样的决定，那便是为什么我相信这是个那么可怕的世界观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。但是现在遇到你之后 ，Frisco， 我不再后悔那个决定了。我做了正确的事情。如果我杀了那些人类，我们就免不了和全人类掀起战争了。况且如今大家都迎来了自由，对吧？尽管一起这段期间花费多少年月，我还是会感到难过。所以那可能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。但是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活在阴影中，不是吗？好吧，虽然说我一辈子也不会说多长啊，但那不是重点。Frisk， 谢谢你听我说那么多。你现在应该去找你的朋友了，好吗？哦，还有，拜托了，未来的某一刻，如果你见到我的话，请别把它看作是我，好吗？我希望你只记住现在的我，那个曾经。曾在短暂的一段时光之内作为你的朋友存在的我。哦，还有Frisk，在地上的时候要小心点好吗？不管大家怎么想，但那并不会像这里一样友善。地面上有很多个小花，他们并不是说都能善解通过善意解决的。Frisk，别杀人也别丢了命好吗？你能努力做到这点就是再好不过了。好吧，再见。你没有别的事情做吗？